有点小卡。为什么医生在逛街啊？我的不是医生。等一会儿，我火输了。这火位置不好。哎呦，还被撞一下！炸了呀！这一波被骚扰的太狠了。还编尸体了，炸了呀！救他吗？我知道你没怀表，我要把他针对死。哇，这都 get 到。
不用打他，打他没用。这波守时一定要守住，守住就赢，没守住就输，要么赢要么输。没守住，输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那哪有机会了？前锋沙包，那脸上应该不是什么好追的，要么就接尸跑了，好像是。套路危险！哎呦，炸了！瓜皮一句炸了，不追了，他追追没了，黑妹已经亮一台了。
血炸！我这把可能要丢三台，往平局打的。亮了。这边在摸，又在修，一边修一边摸。选择了小木屋，守不住呀，前锋怀表用了，而且不知道黑妹带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么多球吗，兄弟？啊！那他干的没拉呀？要么就是重新摸了一个。我记得你是没球的呀。有一个了，他重新摸了个球，不可能有这么多呢。闪现他要没球的话应该是能平的，我把它挂再挂回去。
果然这种阵容还是不能投铁，打不过人。
前锋，小木屋应该是两个人的。把他赶走吧，这边失误了。真的假的？就在医院里面不出来了。就三台呀、炸了这把，没机会了，这把得留一个，因为他还秒救，那边两台正在修。
下次遇交不交？赶不到啊，他们这把子应该当然直接全跑了，太远了，有人贴门。不应该去那边跟周厨师玩的，应该直接走。弹射。哎呀，距离不够。
没打着。哇，真敢翻啊！这不怕吃无人的吗？这波金身亏，被摸好了。我发现这个人特别耿直，什么窗户都敢翻。
现在出刀急现在在后面躲着。跑马拉松了。都没打中啊，又是下一个无人。完蛋，又要等。这都能空，
真怂啊。还好选了个小丑，船上就有东西。估计选了个杰克就崩了，选个其他角色也崩了，因为这个点太烂了。Nice， 我已经几百万年没有见到过这个过板刀了。人呢？还能玩消失？炖蘑菇。为什么人不见了？人皇鸡、前锋、娃娃、机械师、磁铁，所有人的位置都出来了。前锋过来了，还在那边猫着走。不亏，哎，我血赚，你球没了，这个人还倒了，你还打了个钻。点亮的是磁铁，不是磁铁，机械，机械要过来拦人了，机械在脸上，他贴了。还没怀表，走你，你也跑不掉。哎呀，跑掉了，失误了。
手一下电机，手一下电机，拖一下时间，还可以打，因为他娃娃死了一个嘛，死了个娃娃还能打一下。娃娃呢？跳下去了。这个实验结束了，推进器，然后盘一下那个前锋的位置。失误了，应该修不开。真的就修开了。届时再开，他应该开不动，他没娃娃，两个娃娃都已经死了。开了，他怎么开的？开得动吗？居然。前直在跑啊，佣兵在拆，拿到一刀了。有加速还是爽的，让他交点护币啊。丢个眼而已，慌啥？哎，
有点亏。炸了，让他无伤救了。我感觉这是最亏的，我不如打针队。送双刀啊，这些。一个调枪四个人就杀人，啊，门口有推进器的话就不用翻进去了，已经开始修了，双十一，耳鸣亮了，小船应该也有一个，小船的跑了，前锋走。先知跑了，隔，哎呀，没隔成。哎呀，我想隔窗给他拦一下的。他翻进去了，那我暂时不缺他了，换一个人。
他鸟没交，其实那板子应该踩掉，踩掉再追。聚不到呀，这边又有板子。还被撞掉了，不装封印的后果。这都没打到吗？哇，这加速就飞起来了。炸了！为什么摸起来呢？压好了呀。这把打得好迷啊，瞎几耳玩，不应该带这个传送的。本来开局节奏挺好的，应该三个人都在门口了，刷了一波分。
前锋。黑妹，医生看见了，抓医生，应该是吧？我怎么感觉像调香啊？是医生啊，他长得跟调香一样。没加速了，有。看到加斯前锋是在附近啊。就在这边守吧，无所谓的。他拖时间，你也没拿他没办法。你总不可能跑出去打他一下，没有用。走他去墓地，应该再往左边走，地窖在四号机，前锋飞了，我觉得他开门去了，我去看一眼。甩送你没用过吧？
有的时候带传送也没用，带闪现也没用，蜘蛛要啥呀？不爱去大房，那大船店接上了吧？那边是有一个人贴脸修的。先知跑了，调香在这儿。我就把你卡在这儿，不让你走。人皇，海边，一二三。修的可是真的快呀。哇，这是这么痛的吗？这家伙也是胆子大，这还要跑出来修。怎么空刀了？
那边又在摸人。压好了。没治愈，本来开局节奏挺好的，就因为那道空了，然后不停的被撞了，就炸掉了。哎，那是真出了奇了。什么垃圾判定啊！
Ooh.